李旭，钱怎么样？5万块。你真是没话说，还是你够义气，够兄弟。你借这么多钱干嘛？还财务公司，拜托你卖了你老婆吧，又要公车，又喜欢买名牌，你怎么负担？不是啊，这钱呢，打算给红衣园的未婚妻的。也应该，虽然不能怪你，但红衣园始终是因为你出事，你不做点补偿，心里不会好过。我现在每晚都睡不着，要不是我的话。 他未婚妻根本就不会受这种苦，你怪自己也没用了，都过去了，回不了头了。还有，有些事情想补偿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知道，我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我打算给他一点钱，陪我去一趟吧。你就这么拿现金去啊？进去开张门票？对啊，很快。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尊敬红议员，他也帮过很多市民，所以我们想做些事。是啊，这里一点心意你收下吧。哇，5万块太多了，我们能收？别这样，你收下吧，你收给他我会好过的。什么好过的啊？哦，他的意思是说红议员呢曾经帮过他，所以这是小小的心意。是啊，你收下吧，我会安乐一点的。收下。嗯，好吧。 杨小姐，纸箱够不够用啊？够了，谢谢。你看，他居然开枪了，冲警察！是你，你这个臭警察怎么乱开枪啊？你明知道有人质还开枪，你是不是瞎了？你杀了我老公，你还敢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我只是想补偿做一点事情。补偿？你赔得起吗？你再多钱也赔不了国栋的命回来。我不要你的臭钱！你走啊！还在这干什么？ 你赔条命啊！你赔命啊！哎，住手！冷静一点啊！再动手动脚，告你们袭警啊！警察了不起啊？你开枪不准就别开了，害人害己。走啊，臭警察！你走啊！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冷静点，我们走。走啊！别伤心了，杨小姐。 警察了不起啊！你开枪不准就别开了，害人害己。如果每次开枪呢都射中红心，你真的可以参加奥运拿金牌。我不是想拿金牌，我只是不想再出错。你这么逼自己没有用的。如果当时我的枪法可以准一点，也许这事就不会发生。你真是倒霉。 那个姓高的真是因为你那次撞车而瘫了。我也想不是。六合彩不见我中，这种事却让我中了。这也没办法，你要记住，事实，这起是意外。但是我害了他瘫了，这也是事实。我还跑去找他向他道歉，他很大方，说不用我补偿什么，还说我是控方证人，大家立场不同。 不想跟我有任何接触，那他说的对啊，你不应该接触他的。李迅，你更加不可以感情用事，会影响你上庭作证的。你放心，这种事我很有原则，公事公私是私，我分得很清楚。但是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坏蛋。我从头再问你一次，为什么赃物会在你家里出现？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那天我去了警局做完笔录，然后我就回到家，阿火就已经冲进我家里，他说把东西放在这儿，我很生气，我问他为什么，接着他说硬要把赃物留下，接着就走了。你说刘艳硬要留下赃物，你可以反对，你可以叫他拿走啊。你根本是心甘情愿接赃，你是同意让他留下赃物，所以你跟他串谋，是还是不是？不是啊。 不是啊！为什么你？我说，我说过我不是啊！为什么你还是要这么问我？为什么你还是当我是在接赃啊？你问我10次，你问我100次，我都说我不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那天这么笨？为什么我这么笨？为什么我这么笨？为什么我这么笨？我不让他留下脏我就没事，为什么我这么笨？为什么我这么笨？先喝杯水，来，喝杯水，喝杯水。 我知道你很大压力，不过我要你明白，改天上了法庭，检控官会比我刚才所问的使你更加难受，你一定要放松点，冷静应对。我不懂得回答，我真的不懂得回答。我知道你很辛苦，放松点，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来，我请你喝杯东西，轻松一下。 我平时很喜欢来这里喝东西，不如就这家好吗？啊，这里不适合我。不喜欢这家，对面那家。不是，我觉得这里鬼太猛了，不适合我。<笑>你笑什么？我是属于深水埗的，不是属于这里，可不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使我想起了以前，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 怎么会啊？你堂堂大，装英文那么溜，你也会怕鬼？坏在我是有车阶级。我开着这部车来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里不属于我。那些人看不起我，但是我就想，别人是不是看得起我不要紧，最重要是我自己看得起自己。跟我进去。我帮你。不用。 Hi, Matt. Hi. Your table is right there. Thank you. 进来吧。Hi, hello. Hi. 想喝什么？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Sure. Lady first. What do you like to drink? Whiskey. Okay. Whiskey on the rocks or neat? Japanese. She wants whiskey on rocks. Then one for me, please. Okay. Sure. 很聪明啊！你知道他问什么？猜都猜得出，他要问我 whiskey 加冰还是加苏打了。 我们深水埗那些酒厂都是加绿茶的嘛，不知道他问什么，什么 Locus， 都说了我不属于这些地方。不是啊，你很自信，很淡定啊。你别哄我了，要不是你帮我，他会知道我说什么吗？你是客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其实这种地方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来惯了就不觉得有人看不起你了，除非。 除非什么？其实人真的不可以永远留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是安全地带。那就说我好了。如果我坐在张轮椅，哪儿都不去的话，我的世界就只有这么小。所以做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敢去闯。你做出成绩来，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了。Enjoy, thank you. Cheers. 祝我们的官司一定赢！我也希望。记住，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干杯！哇，你还挺能喝的，再来一杯。谁怕谁啊？麻烦你，再来杯威士忌加冰。 OK, sure. <笑>放松点，首先检控会传召证人问问题，之后才轮到我们。大壮，张三，今天第一个出庭对付我的，就是这个警察。放心吧。 我看过他的证供，对我们没什么威胁，我会打败他。
我跟叶银星认识20多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她是我的姐妹。她今天居然做了控方证人来对付我，连我老板也对付我，我这次真的死定了。谭美珍，我们再赌一把运气吧，让天来决定这场官司我们输还是赢。要是人头是输，字是赢，好不好？人头，惨了，这次连天也不帮我，我死定了，我这次真的死定，我死定了。两面都是人头，你相信天不如相信我。你骗我？我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没运气的，我对这场官司很有信心，我说你会赢，你一定会赢。梅姐，苗苗，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怕警察找你吗？我怕也没办法，我想了一夜啊。今天是你的案子开审，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过来挺你啊。警察找到我再说。Court。 Johnson， 你曾经两次看见被告打电话给刘燕，你听到被告说什么？第一次是在案发当晚前5分钟，王八蛋，我看到被告在伦敦站外面讲电话，我还听到他说王八蛋听我电话。接着之后我翻查电话记录，证实他是打电话给刘燕，时间上吻合，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是打给刘燕通风报信。第二次是在案发第二天，被告去警局做完笔录离开的时候，我看到被告神色慌张地打电话，经过我们翻查电话记录之后，他再次打给刘燕，所以我更加有理由相信他打给刘燕叫刘燕逃走。我们在脸书上知道刘燕跟被告原来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我之前给被告做笔录，他否认认识刘燕，我觉得他有所隐瞒，觉得他有可疑，所以就去了他家调查。被告所住大厦的管理员告诉我，那天那个男人去了被告那个单位。你没见过旁边那个男人？根据管理员形容，他的样貌和体型跟刘燕很相似。我们想尽快抓到刘燕，就立刻破门进入被告家里搜查。虽然我们找不到刘燕，但是却在被告家里搜到赃物，包括5个限量版的名贵皮包，还有一条钻石项链。因为人赃并获的关系，我们及时逮捕了被告。为什么当初你能很快锁定目标，怀疑被告呢？之前我调查另一件案子的时候，我知道他跟一群南亚裔的黑社会谈判过。我经过接触之后，以我的经验告诉我他是哪种人，而且我还听他的朋友说，他为了男朋友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有好处就行。我觉得他古里古怪，我怀疑他跟这件案子有关系。果然没被我猜错，在他家里搜到赃物。你这个警察胡说什么？从头到尾根本不关妹姐的事。肃静，这位女士，请你控制你的情绪，否则我就要请你出去。法官阁下，综合以上的种种证据，绝对有理由相信被告谭美珍是这次劫案的同谋。或者你现在去餐厅喝东西休息一下。好，一会儿见，拜拜。嗨。嗨。你想怎么样？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啊。不过有些人呢，狗眼看人低，活该撞到，还黑心的一定要害人坐牢，更应该撞死了。苗苗，别跟这种无谓人说话。做警察做成这样，真是够呛了，害人害己，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才肯退休不干呢啊！你说完了没有？你想骚扰证人？我不是在说你啊，警官，你耳朵有问题啊？我哪个字提到你了？这里是法庭，你乱说话会对妹很不利。哦，走，别理他。张 Sir，
在没前文后理的情况之下，你听到一个女人跟男人说王八蛋听我电话，你会理解为什么意思？女人在骂男人不听她的电话。法官阁下，在案发前三个钟头，我当事人并不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刘艳，一共打了10个，因为刘艳一直没听我当事人的电话。我当事人跟刘艳是情侣关系，互通电话是很正常的事，所以王八蛋不听我电话这句话是我当事人不满她男朋友为什么不听电话在感情上的投诉，并不是通风报信。张 Sir， 案发之后你看到我当事人离开警局是不是打了一次电话？是。刚才也说过了，情侣互通电话是很正常的事。根据电话记录，我当事人打那个电话通话时间只有2秒，试问2秒可以通风报信到什么呢？最重要一点，市面上很容易买到一些不需要登记身份的电话卡，俗称太空卡。如果我当事人跟刘艳是串谋的话，为什么他不用太空卡呢？要用自己的行动电话让你追查到他的身份，这么笨呢？从案发那天起一直到逮捕我当事人，张 Sir 你一共用了多少时间？大约36小时。张 Sir， 你的破案率真快，从你在脸书发现我当事人跟刘艳是情侣关系，就第一时间上门逮捕我当事人，连搜查令也没有。当时刘艳在逃，鉴于刘艳跟被告是情侣关系，有理由怀疑刘艳就藏匿在被告家里。我之前也说过，我去了现场，大厦管理员告诉我看到一个很像刘艳的男人去了被告住的单位。因为当时的种种证据，我们有合理的怀疑，怀疑那个男人就是刘艳，所以我们决定破门进屋。管理员声称看到一个男人上了天台，管理员有没有肯定那个男人就是刘艳？没有。但是你没肯定刘艳是不是藏匿在我当事人的家里，连搜查令都没有就破门进屋，你这种行为会不会太武断呢？反对。辩方刚才所说的纯属是他主观意见。反对有效。张 Sir， 你单凭两个不知前文后理的电话就对我当事人起疑，但是当你知道我当事人跟刘艳是情侣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不知所措才会否认跟刘艳的关系，而你反而认定了我当事人跟刘艳串谋才会否认他跟刘艳的情侣关系？你不肯定刘艳是不是藏匿在我当事人的家里，连搜查令都没有就破门进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你所有的决定都没实质的证据支持，你之所以怀疑我当事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对他存有偏见。因为你早就认定我当事人是不良分子，界定了他是哪种人，你觉得他是抢匪刘艳的女朋友，不可能没参与这起劫案，所以在那么多个售货员里面你只追查我当事人一个，因为你认定了他就是串谋。我没有，我对他绝对没有偏见。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被告家里搜到赃物。那你有没有曾经闪过一丝的念头，单凭你在我当事人家里搜到的赃物，而且你知道我当事人是刘艳的女朋友，就是有足够证据证明我当事人有犯串谋？反对。反对辩方提出假设性的问题。法官阁下，因为证人对我当事人早就存有偏见，对我当事人极不公平，证人有可能是整个调查过程里面遗漏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对我当事人是极为重要的。反对有效。证人不许回答问题。张 Sir， 在案发之后你听到枪声跑去药昌巷，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刘艳拿刀挟持被告。想清楚了，第一眼啊？第一眼我看到他们两个在纠缠。怎么纠缠？是不是我当事人拉着刘艳？不是，是被告推开刘艳。你认为我当事人为什么要推开刘艳呢？是不是我当事人根本没意图要跟刘艳走呢？这个不清楚。事实是由始至终我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刘艳去抢劫，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刘艳挟持做人质拉去后巷，当时你很明显看到我当事人挣扎想走，可见他根本就不想跟刘艳走。如果我当事人跟刘艳是有犯串谋的话，怎么会跟他发生纠缠，怎么会想推开他？所以我当事人跟刘艳根本没有串谋，我当事人是无辜的。出去。叶小姐，你接受控方提问的时候你说我当事人约了刘艳在茶餐厅见面，但是最后你看到我当事人跟刘艳是在哪里见面？
看到刘燕在茶餐厅附近经过，就立刻冲出去见她。如果我当事人跟刘燕是约好商量这起劫案，为什么不直接在茶餐厅或者在一间房里，反而要约在街上见面呢？我不知道。我当事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他那天是约了刘燕见面？我有问过他，他没回答。你不是说想见他吗？就是默认了。这个只是你主观的想法，我当事人从来没跟你说过他那天是约了刘燕，是不是？是。我向你指出，事实上是我当事人去茶餐厅是想撞见她男朋友，因为她知道刘烨常在茶餐厅附近的色情场所，她一看到刘烨，她的心已经去了他那里，她根本没时间回答你就已经冲出去。她这样只是证明她很在乎很爱她的男朋友，绝对不是一个证据证明我当事人有份跟刘烨串谋抢劫。你说我当事人硬要拉你去茶餐厅吃饭，其实是利用你帮他向店长撒谎请假，是不是？是。那一看到她男朋友就很开心了，立刻叫我回店里。喂，回去告诉艾达，说我吃坏东西拉肚子进医院不能上班，他会相信你的。就这样。如果当事人当天没叫你去茶餐厅，只是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他有事情，你会不会帮他向店长请假？会。既然打个电话就可以请假这么容易的话，为什么要叫你去茶餐厅，故意让你看到他跟刘燕说话，而让你做证人来指证他？事实很明显，我当事人根本没约刘烨，只是去撞他，也不是证人所说利用他向店长请假。你说在案发前一晚，我当事人带你去喝酒，还刻意灌醉你，是不是？是。我本来不肯喝的，他一定要我喝。根据你的供词，你第二天宿醉头痛，我当事人趁机打电话说帮你代班，是不是？是。可能是方便做内应。我当事人一个星期上六天班，若是他要做内应串谋抢劫，为什么不在他上班的日子要这么转折，在放假日还要用这种方式帮你代班呢？我不知道。你跟我当事人是从小认识到大的朋友，你了解我当事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情至上的人。不错，我当事人在感情上的确是一个敢爱敢恨、很情绪化的人。她看不到她男朋友就很紧张，千方百计地去撞见他，找不到她就会喝酒发泄。她在案发之前那晚，她不是想灌醉你，是因为她找不到刘烨，她很想找一个朋友跟她去喝酒发泄。我当事人知道你酒量差，第二天早上起来主动打电话说帮你代班，是出自于他跟你的真挚的友情。但是你却反过来认为我当事人是有预谋，你跟那位警察一样，也是对我当事人存有偏见。杨小姐，在案发当晚，当你看到抢匪冲进来抢劫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怕喽。发生了这种事，怕是人之常情，像杨小姐这么有经验的店长也会怕，更何况我当事人，她太怕，担心抢匪会对她不利，怕的没有去按警铃是很合理的。我看见她看着抢匪的神情很不一样，好像认识似的。请你看看这张在案发当晚闭路电视截出来的照片，我当事人看到抢匪冲进来抢劫的时候，她出现了一个非常错愕的表情，你认不认同？认同。如果当事人事先知道刘燕会冲进来抢劫的话，怎么会出现一个如此错愕的表情呢？我不知道。请你看看第二张从闭路电视截出来的照片，清楚地看到抢匪想动手打你的时候，我当事人挺身而出保护你，是不是？是。我相信如果他们是串谋，我当事人未必会救你。法官阁下，我问完了。你就是宝云街杂货店的老板李超凡。李先生，请问你在案发的前一天，你听到我当事人跟刘燕说谈大事，所谓大事有没有讲明是什么事？没有。那你听到刘燕跟我当事人说事成之后送个限量版给你，
所谓事成之后，有没有讲明是抢劫之后呢？事成之后，送过限量版给你。没有，我只是听他说过，稍后会再call你。再call你。OK。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交谈，又或者被告上楼跟他谈呢？那倒没有。如果是串谋，起码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计划，但是我当事人没有。法官阁下，根据杂货店老板李超凡的证供，根本没证据证明我当事人跟刘艳有串谋抢劫，整件事没有人听过或者见过他们有谈过串谋抢劫的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串谋，我当事人是无辜的。不知前文后理的电话就对我当事人起疑，而且你知道我当事人是刘艳的女朋友，就是有足够证据证明我当事人是有份串谋。你之所以怀疑我当事人，只是你对他存有偏见。做警察做成这样真是够呛的，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才肯退休不干呢。高大壮，有生意上门，叫他等一下。要他等，如果他走了，你会后悔。是谁啊？是赵敏辉。赵敏辉来找我。Yes， 请他进来。OK。稀客啊，我真的没想过你会来找我。你之前来找我没时间见你，现在我访客为主，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间见我呢？我不像这么小气吧？坐。是你，有事找我。哇，咖啡的香味很特别。咖啡粉是我自己调配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普通咖啡的三倍，我平时熬夜都靠它，可以帮助我的思路更清晰。这么特别，我真要喝几杯。你也有事想不通？是你使我想通了。是吗？我居然比咖啡重要。其实你说的对，是我先入为主，认为谭美珍是串谋，认为她有罪。不过多亏你提醒我，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再看这件事，才知道谭美珍真是无辜的。你现在才来补救，太晚了吧？有你帮她不怕晚。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帮到她，因为我不想再害了一个人。哼，我是真心的，不耽误你。我希望你能帮到他。所有事都是事在人为，这世界上只有不想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Thank you。高大壮，不好意思，刚才我调了静音，没听到你的电话，找我有事。小事情，我想提醒你下星期一开庭，早半个钟头到。没问题。
还是那句话，不用紧张。有你站在我这边，我一点都不紧张。喂，高大壮，你听到没有？哦，没事了，你早点休息。好，拜拜。这么晚你跑来找我干什么？带啤酒上来了，预祝你的官司大获全胜呢。好重啊，拿的我手指都红了。哇，我的最爱，西贡那家酒吧才有的卖。 Bingo， 我特地去西贡买的。你疯了，大老远的跑去西贡买几瓶啤酒过来给我。没关系了，最重要是你开心。那这么开心你别哭啊，你看我大老远带啤酒来，现在啤酒由冰的变成热的。我拿去冰一冰。快点。喂，我问你啊，你赢了官司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官司还没判呢。高大壮说一定会帮你打赢的，你不信他？信，我当然信他。这就行了。那依我看，赢了官司之后一定要找家又高级又豪华又好吃的餐厅大吃一顿。那家餐厅要轮椅也能进去。为什么你想叫高大壮？当然了，如果这次官司赢了，他真的救了我。 OK， 包在我身上，这家好吗？哎，这份呢是我们控方今天呈堂的文件，师傅加了新证物，法官已经批准了，你看看。谢谢。这是什么？哦，普通呈堂的文件，没什么。当天我在警局做完笔录回到家没多久，阿火突然间开门冲进来，放下一袋赃物，我很生气，问他搞什么，他硬要留下袋子，然后就走了。刘燕走了之后，你做过什么？我很怕，我把袋子搁在一边不管。当时你怎么处理那袋赃物？你有没有想过把那袋赃物扔掉呢？这是证物照片，是警方在你家里搜出来的赃物，里面有一个旅行袋，五个名牌包，一条钻石项链。经案发皮包店证实，这五个名牌包和一条钻石项链在案发的时候抢匪抢劫抢走的。根据谭小姐你的供词，装着赃物的旅行袋是刘燕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早上突然开门进入你家硬要留下的，然后你直接把旅行袋放在你房间的衣柜里，一直到警方进屋搜查的时候搜出来，是吧？是。法官阁下，我手上有一份最新的指纹报告，清楚指出在旅行袋里面的物品，包括属于店长的钻石项链，都有被告的完整指纹，也就是说被告曾经打开过装着赃物的旅行袋，并且碰过里面的东西。如果刘燕真的硬要放下旅行袋，而你又搁在一边不管，旅行袋的表面有你的指纹很正常，但是为什么旅行袋里面的名牌包，包括红议员送给店长的钻石项链也有你的指纹呢？我想起来了，那天阿火把袋子里的赃物倒了出来。几个钟头，你就是这样帮我，算是我安排好了，一定会回来拿走的。我捡起赃物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碰到的。根据警方给你做的笔录，你从来没有提过，你只是说把旅行袋放在房间的衣柜里面，为什么现在才说？我不记得，可能是我说漏了。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不知道这么重要。之前你又不说，现在才说，你说什么都可以，根本就是前言不对后语。赃物上面之所以有指纹，是因为抢劫完回来你跟刘燕分赃，所以打开旅行袋看看里面的赃物。你跟刘燕
根本就是串谋行劫，是不是？反对，反对辩方律师提出假设性的问题。反对有效。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如果你没串谋，你不想分赃，为什么案发之后你看到刘燕她把一袋赃物交给你，你不立刻报警啊，还替她保管赃物呢？当时我刚去过医院看 Ada 回来，我看到她为了红议员的死哭得很伤心，我越想越不对，我不想自己跟这件事有瓜葛，我打算回到家就扔掉刘燕留下的赃物。我当时想过拿着赃物去报警，但是怕没人相信我，又怕扔掉了阿火回来一定会杀了我。我刚刚想拿出去扔的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了。警察，开门！警察！不是这样，我没分赃啊，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扔掉，我说的全部都是实话。这不过是你的借口。案发当晚你故意不按警铃，在警局做笔录，还说不认识抢匪，而且你也没跟警方说过你碰过旅行袋里面的赃物，全都是用来掩饰你的串谋罪行。不是，不是，事情不是这样。这场官司我们是不是输定了？控方提出的证据很有理，我在结案陈词时已经尽量帮你解释和求情，还是要看法官怎么判，我们没什么可以做。那我是不是要坐牢？我不想坐牢。都怪我太自信了，我怎么没问清楚你有没有碰过赃物？是我疏忽。但是你曾经碰过赃物，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呢？要在庭上被人质问你才肯说出来。我不知道这么重要，是我自己不好，我知道，是我自己找来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放弃指证阿火的机会，阿星也劝过我，叫我不要再跟这种人在一起，我又不听。我明知道他做的都是坏事，我又不管。明明有机会指证他，我也没有做。我知道是我自己该死，是我自己放弃。我知道，我以为只是那几个钟头，我以为只不过是那几个钟头，只要那几个钟头过去，我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不知道会这样，都怪我是非不分，弄成今天这样，是我自己找来的，是我自己该死。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走到这一步，只好听天由命。虽然在辩护的过程当中，被告多番强调对本案全部执行，但是被告对赃物处理方法供词前后不一，而在赃物上也留有被告的指纹，本席有理由相信被告有份参与本案，而并非像被告所说的全部执行。本席现在宣判，被告谭美珍串谋行劫罪名成立。不过由于被告曾经阻止抢匪伤害店长，并非穷凶极恶，因此予以轻判入狱一年，及时生效。为什么会是我？明明根本没